你所有的压箱宝都拿出来了，我这个看来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这应该会对老师有 很不错的一个那个，应该怎么讲，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激荡，所以我猜可能这个过程可以就是那个讨论的部分反而很好，对不对？就是说跟老师之间，就是有些老师他上来他会讲他们的问题，然后你可以提出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其实国中小应该不是把那个技术当作重点，而是把运算思维的核心把它给教出来。那包括那个素养导向跟创造力开发还有自主学习的部分怎么去做处理这样。现在蛮多老师他会想要自己做一些扩充功能的开发，那刚好因为有科技部的计划，然后我想是说就请国权老师这边的话就可以深入浅出的慢慢带老师自己做一个扩充功能的部分。好， Scratch GUI 怎么下载，怎么编译，然后怎么打包成自己的，那后续如果你的成自功率高的话，可能就可以调得 更完美一点。研习的对象比较偏老师，那老师您在这边会跟他互动一些他的一些比较 detail 的知识，然后老师自己再可以做一些导入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因为既然是 ESP3， 我想开放资料跟物联网其实都这两个主题应该都是可以放得进来的。就是玉萍老师的课程大概都会去思考他跟整个教学现场的一个结合度啊，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做了这个专案之后，那他可能谈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知识内容，那他怎么跟课程当中做结合，结合一个比较实用好玩的一个刺激的一个主题，炸弹拆炸弹的这种概念而已。好，那我再讲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里奥纳多是这样哈，类似光敏电阻、光感测器去侦测这个龙有没有通过这样子。那里奥纳多其实也可以打字，那其实是可以把，就是说可以把这个里奥纳多当做就是一个按键，然后跟电脑做一个结合。假设在上实验课的时候，那平板手机的话，我们假设有开 Google 表单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直填资料嘛，填到云端上面去，那最后再做做完实验再做资料的整理。那这边那这个是我的课程，你就可以讲说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把它储存起来或是传到哪里，就是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概念，这样就可以了。我的对象就是学生，好，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专案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物联网的部分，那因为我针对的是学生，我希望他们真的在家里的时候是可以实做的，所以我想使用 OSEP。